观众，诸位菩萨，大家好！现在咱们开始演讲《佛说阿弥陀经》，请大家拍开经文吼，佛祖言的讲咯：以如是等诸大菩萨，及色提梵音等无量诸天大众之。那么这段的经文简单讲，就是呢。参悟即处呢，佛说《阿弥陀经》，听净土法门，所有听众就对啦。有真济真济一大阿罗汉，阿罗汉共有1250个人，乃至有所谓呢四大菩萨以及无量菩萨来听经句。不但阿罗汉，乃至菩萨，也佫有真济真济。这三界内底一切天神也来听佛祖讲经呢。咱来讲做白话文下来看好无？文殊等四大菩萨，以及其他弥勒名的诸大菩萨，也佫有色提梵音天主，以及无量诸天人，都来集会一处。听如来宣说净土法门，诸位有看的吼，就是头前所讲的四大菩萨，文殊师利菩萨啊，哦，乾多诃提菩萨、上正信菩萨呢，哦，弥勒菩萨，哦，这是较出名的菩萨列在头前。其实呢，也阁有真济真济大菩萨呢，拢赶到现场来听释迦牟尼佛呢。演讲呢，这个《阿弥陀经》呢，也阁有真济真济一天神，也包含着呢，色提梵音。色提梵音啊，即马讲就叫天公啊，也就是第二天的天主啊。也阁有真济真济六欲天内底所有天神天女呢，拢赶到现场要听释迦佛讲《弥陀经》呢。这段意思就是安尼讲。好，注意听哦。在经文内底有一句专有名词，叫做色提梵音。色提梵音是梵语的，那梵人台湾话呢，叫做什么话呢？来注意听哦。这专有名词个跳开，无你呢，或者专有名词白掉的、白黑掉呢，哎，就改袂破咯。好，看好哈。色提梵音者。亦为灵天主，是道理天的天主，六千地识，因为有广大的福德，灵为道理天王，故名灵天主。道理亦为33，即是33天，是欲界六天的第二天，在须弥山顶，共80000由旬。中为善建城，是地色天主所居之宫城，称为善法登天。诸位有看了吼？总共一句，这个色提梵音也翻译咱台湾话叫做灵天主啦。那么灵天主自然呢，总是有一原因在的呀。三个灵天主呢，后边要详细解释。那么道理天的天主。就是色提梵音呐、啊，简单讲，其实呢，色提梵音在咱中国讲叫啥呢？
就咱讲的天宫。哦，所以甘露的称呼叫做地色天呐、啊，哦，地色天主啊。哎，因为呢，伊福报非常非常的大。那么到底如何得到这地色天的天主做天宫呢？后壁讲出这声音效果哦。所以天宫伊顶身嘛是做真大真大的功德呢。哦，那感受真大福报呢，生于第一第二天的天主。那么伊有法度管辖第二天、头二天呐、啊，灵主宰啊，所以叫灵天主。简单讲，道理天的道理翻译叫做三十三啦、啊，哦，也就是一般讲的叫做三十三天，也就是第十天呢、啊。伊伫个欲界六天内底排行第二天呐、啊，在这个苏弥山一山顶的所在哦，哦。那么顶冠呢，伊跨度，伊面积跨度呢，总共八万由旬呐。哦，那么上中的所在叫做善见城，这个善见城就是呢，地色天主所住的所在。伊的宫城呢，注意要明辨吼。所以啊，伊所住的所在呢，又搁称呼叫做善法洞天呐。那么总共一句，这个玉皇上帝呢？伊领地的这真大诶果报呢，总是有前因有果的。那么到底伊果报如何呢？安怎来呢？我后壁就要介绍这個问题。在阿未介绍以前，来咱做个听好哦。道理天，伊诶四方各有八天，共有三十二天，合中这个善法洞天呢，总共成。33天，这个、道理天就是苏弥山这顶、个、的所在。那么有分作东西南北，东边有八天，西边有八天，南北啊各有八天呢。哦，都四倍三十二，佮加中午这个、天呢，也是同款有一天呐、啊。加中午这个都33天，好、哦，伊方位是安尼来。那么我拄好讲过了。伊就是你33天内第一中将官，伊就第十天天主啊，哦，诶，天王啊。那么伊由来是安怎得来呢？好，就听好。那即摆要讲玉皇上帝伊前因后果就对啦。为何能得到这玉皇上帝这款的果报？哦，伊福报遐大呢，有前因伫个。咱来讲伊前因哦，来看好。按照道理天主的宿因呢，过去在这个加协佛的时做一个女人呐、啊，伊见了加协佛入灭咯，发心建造佛寺，令三宝慧命灵延续，伊的好友有32人，也发心共同完成这件功德，因此依此建造佛寺的功德呢。命中了后，感性都是天主，其他也并有32人，同时也感性32天做天主，以动修这个福德故，诸位看的吼，所以咱佛教是讲因果啊，果是为因来啊，无因就无果啊，所以按照这道理天，伊这因缘果报就是安尼啊。讲在过去的时代，迦叶佛在人间呢，迦叶佛在人间度化无量众生啊，和无量人天的正成初果、二果、三果，那是正成菩萨的果位啊。我那轰动一时就了。那么迄个时阵，都有一个女性，哦，真漂亮，哦，真有气质，真有修持，真贤惠，而且女性就了。那么，伊当时也听佛祖讲经说法啦。伊看到释迦牟，看到这个迦叶佛呢，离开世间了后，因此呢，哇，非常渴求、渴仰呢，咱这个迦叶佛。哦，那么伊呢，能起一间真庄严的佛寺呢？哦，来令这三宝呢，伊发心慧命延续落去。那么伊发心的时，当时。伊旁边嘛真济，伊同参道友，拢都是平平女性朋友，有32个。
挂伊都三十三啦。咱因此发大心哦，建造这个佛寺，然后出家众呢安心入定来这修行，乃至有四种地主伫佛寺内底共修啊。其实请真侪高僧大德呢，来伫经寺内底弘扬布教，度化无量众生呢。那么在这经营之下，一功德一助力啊。所以命中了后呢，这个女性朋友以及着这个三十二位的女同伴呢，自动感召往生到这道理天去。那么在这道理天的东西南北各有八天呢，四辈三十二，那伊查某朋友呢就感召这三十二天做天王。那么发起人也就是女主角呢，那么伊发起的呀，所以福报较大，伊就感召伫这三十二天的上中的所在，作为这多二天的呢，的总掌管。所以这三十二个天主呢，嘛属于这里呢，玉皇上帝呢，伊所管辖就对了。那么讲话啊。那么玉皇上帝伊顶身就是这个发起人，这女性啦，在旁边伊同参道友呢，有三十二个呢，感召呢三十二天之久。所以发心有轻重呢。我常讲啊，球拍五磅的力量，伊就跳五磅关刀；拍十磅呢，伊就跳这十磅关刀啊。你无一个拍球就袂跳啊。付出偌济，所得的果报也是平等平等的。所以呢，这发起人发起啊，这什么大事做什么善事啊，发起人最难能可贵。这带路的带路的，这功德上大。所以这三十三个当中，以这发起人功德上大，做三十三天，以这管他的天主啊。所以玉皇上帝也顶身着这女性朋友发起起誓愿，来互人修行，来互共修，来互恭敬说法，是感召了来生呢做玉皇上帝。这经典有记载啊，安尼就真准吼。所以啊，咱这世间上有看人去起佛寺，去做善事，做功德，咱啊带路领先呢。这阿妹胳膊啊，弯弯线过在水中啊，所以好代志尽量发心。那是歹代志，罪恶的，有过失的呢，咱撇字闪字啊，不该那带头领先啊，那走第一就丢了。做歹代志啊，走第一，走去创啊，眯起来，唔通做。不是走地拼地去做做呢，那做就罪过啊！那善事呢，好代志呢，利益大众的呢，这平平嘛爱走第一呢。不过这第一是要做功德，大路遐先呢。所以拼地爱看管拼呢，拼去做恶的，拼去做善的，有这区别的。好，随便听好，搁听好。听闻如来正法，应该有处地。当知诸大比丘常随佛故在前，菩萨行中道，照亮佛境，故其中诸天为佛外护，在梵位，故列位在后面。这是按照如来也概率处地字句啦，在本经咱来看真明显，听释迦牟尼讲这个《阿弥陀经》呢，有一个次第哦，唔是乌白白呢。譬如讲呢，你要入去总统府内底，迄椅啊，你唔好入去就乌白坐、乌白坐呢。你若乌白坐啊，坐唔到去啊，哪有气味，佮无量过失。失去了这次第去啊，袂使哩。所以咱去人到时，人椅啊唔好白坐。你去目睭闭较紧呢，若袂用坐坐唔到哟，迄有过失呢。尊卑不分呐、主果不分呐、因未使。那赶快理由，咱佛门中嘛是有这按照戒律的次第去坐位呢。
以比丘来讲，伊随时随地拢定积起魔牛呢，南北二路哦，四方呢到处弘扬布教，是积起魔牛伊上随众，所以佮坐是拢坐上头前，这是一定的道理。菩萨拢坐伫呢比丘后壁伫中央，因为菩萨呢造福宣扬布教呢，佮助力伊行这六道波罗蜜行中道，所以拢坐伫中央。那么上后面就是呢，一只护法群呐、啊，这33天乃至呢38天受天神、天女、地色天呢作为护法，这是后边前中后弄一处地而坐，唔是讲呢我欢喜坐堆就坐堆啊，无唔对，一切法弄一处地滴，所以呢，咱来看这个《阿弥陀经》这个。听众一处地就足有顺序的啦。好，准备听好哦。下面来继续来讲这个《阿弥陀经》哈，请注意拍开经文，佛祖言讲咯。你是佛告长老舍利弗，将是西方过100,000,000佛土，由世界名愿极乐，极土有佛。护阿弥陀，今现在说法，诸位有看了吼？这就是咱释迦牟尼佛呢，开始呢，无地主问了释迦佛呢，佛祖无问伊家己呢，就来演讲佛法落去啊。所以《阿弥陀经》净土法门呢，是无地主问佛祖，地主呢，伊呢，无个大智慧，也毋知要怎问起啊。无在条问，所以释迦牟尼伊无问自说咧，伊就开口安讲啊。好，好，咱讲个白话哟，来看好。迄个时阵，释迦牟尼佛在智愿精舍法座一顶面，各大弟子舍利弗说：由此三宝世界向西方而去，经过100,000,000的诸佛国土。该处有一个世界，称为极乐。彼国有一尊佛，也号称为阿弥陀。现在的时阵，正在迄个国家为众生说法。诸位有看了吼？这并无介困难呐、啊。因咱正上这个《阿弥陀经》有一个概念，经过咱的工作遐尼白话呢，人人都清楚咯。这意思就是讲，释迦牟尼佛伫个法座上呢，也就是智愿精舍的所在呢，开始就向所有大比丘、大菩萨，乃是护法群呢，开始讲这道理啊。从为咱这个世界向西边呢，那么一直过呢，经过有100,000,000个诸佛的世界呢，迄、那个世界所在有一个世界，叫做极乐世界。这个世界有一个教主，这个教主就是阿弥陀佛啊。那么现在正在为这个极乐世界所有人民，那么演说佛法啊，正在恭敬说法当中，哦，也是佛法的正法记录了。伊这段经文就是讲呢啦。所以呢，咱佛的弟子啊，那么通常去念阿弥陀佛，就是这道理啦。当然，咱啊报名种的是哦，会当来往生西方净土。那么往生西方净土最起码条件呢，你称念佛的圣号，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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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字字句句念的清清楚楚。自然，咱的世界的用修那真，自然面就接引呢。有关这个问题，后边的讲法非常非常详细。那如何念佛？佛如何念？是啥物经营构成咱会当往生甲阿弥陀的叫世界呢？那么《阿弥陀经》教大家非常的清楚的，哦，有明文指点出来啊。好，那么阿来讲甲这个所在时，咱有一个专有名词，叫极乐世界的极乐啦。你我大家都会当讲，拢叫讲极乐啊。
就啊，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是啥物叫极乐呢？来，咱们解说下哦，来看哦。极乐者，梵语叫做苏摩提，亦为极乐安永、安乐、清泰，虽名曰机宜即动，乃是西方世界之一。彼国依经两部，殊胜庄严，远离众苦，第一安乐，一切人天之乐，无可比上，故曰极乐。这位要讲清楚吼，简单讲，这个极乐啊，那么是翻译的咱台湾话过啊，那么伊翻译叫做苏摩提啊，苏摩提。那么翻译咱这台湾话叫做极乐意思，哦，现在是称呼叫做安乐，现在是称呼叫做安永，现在是称呼叫清泰。不管伊安永、安乐、极乐、清泰呢？名称拢总无共款，但是伊个意义拢共款的意思啦。哦，那么伊是伫个西方内底无量世界其中的一个世界。这极乐世界啊，伊个正部庄严，依部啊非常的殊胜。那么在遐个所在，咱伫个经典就讲啊真清楚，这所在无地狱、畜生、五鬼，无三恶道。哦，大地黄金为地啊，所大的宫殿是紫金银琉璃玻璃珊瑚七宝所庄严的如故啊，无一切痛苦。哦，想要找一个痛苦都非常困难啊。哦，唯有清净微妙快乐，逐天听阿弥陀说法、观音说法，无偌久你就我都正净无生法忍，成就佛道啊。在所有三界内底呢，一切人天的当中，一切快乐无在了含极乐世界里比啊，所以称呼叫做极乐啊。哎，那就清楚吼。那如何快乐，如何美妙，何等叫做心性庄严呢？后边呢，《阿弥陀经》一直介绍出来。好，这个听好哦。后边有一句讲，今现在说法。今现在说话是咩个解释呢？来注意注意看哦。今现在说法，释迦如来宣说此经时，阿弥陀如来也正在彼国呢，为诸众生说法，故曰今现在说法。注意安讲清楚吼，总共一句，今现在说法。用咱释迦牟尼佛当初伫三千年前，伫智愿精舍演讲《阿弥陀经》的迄刹那，也就迄时阵呢。当时哦，当时阿弥陀嘛是伫极乐世界呢，为所有极乐世界的声闻、愿觉、菩萨，乃是伊全国的人民呢，伫宣说如来正法，嘛是伫咧讲经就对啦。当时两个佛伫讲经，叫做今现在说法。哦，好，就听好啦。讲到这来呢，咱的福报真无啦，要看到佛祖也真困难。哦，看未到，何来听佛讲经说法呢？所以莫怪众生，众生就福报啊。好，听好。那么释迦牟尼佛呢？伊还未出世以前呢，其实啊，阿弥陀就已经伫极乐世界第一位天神呢。演讲无量的微妙佛法啊！哦，佛经讲啊，阿弥陀佛成佛以来已经有十劫的时间了呢，非常非常久啊！哦，所以释迦牟尼佛还未来人间的时候，那么人阿弥陀佛就已经在极乐世界恭敬受愿，度化无量有情的，成就无上菩提啊！哦，还不听好哦。啥物叫今现在说法呢？即会当安尼个解释，叫释迦牟尼迄个时阵，哦，开始演讲佛法，一直到现在末法时阵，当时拢总会当称呼叫做今现在说法。因安尼讲，因为啊，阿弥陀的慧修是无穷无尽啊，叫做无量修啊。这无量修当中演讲佛法，
当然是无尽的啊。哦，所以自从阿弥陀成佛以来，演讲佛法一直进未来际不断的，弄那个称号叫做今现在说法。所以呢，往生觉觉世界是无生佛未定的。哦，不但是阿弥陀的慧修无穷无尽，乃是往生觉阿弥陀觉世界每一个佛的弟子慧修也是无尽的。哦，在阿弥陀经后面就讲这问题啊。既然你慧修无穷尽，哦，未去往生去，未去死去呢，那么你注定一生就成佛咯。阿弥陀经冇谈这问题呢。哦，这福报非常非常大咯。好，就这样。那释迦牟尼佛啊，自从伊入灭二涅槃了，哇！一直到今嘛呢，拢总无佛来人间，就等下56亿7000万年，咱弥勒菩萨再下降人间，哦，再成就道。所以这段时间要见佛无容易哦。哪里呢？咱会当讲因此善根无成熟呢？哦，那无成熟为者，那么赶快去登门先试啊！所以在这末法时代，要听佛说法，根本无可能。所以过去啊，有真济开悟圣僧啊，伊忏悔伊业障时，忏悔间呢，哇，那七困老费呢。只卖人来讲忏悔，讲考因着做成绩单呢，都一百分啊呢。过去做书啦，啊，修行者呢，大修行家忏悔家呢，七困个老费呢，甲仙姑舍命呢，我全部倒入去呢，好用舍命甲咪倒个呢，忏悔家呢，七困老费。哦，即个忏悔唔是普通人做会到个啊！咱上济目屎滴两三点安尼哦，就敢做了不起啊！成绩单交出来一百分啊咧！哦，过去做书呢，因为伊无都见了佛、听佛说法，哦，较淘汰拢是六道中不能亲近着佛。那么伊今现在听了佛法了后，善根大得了咯，想要修行，如果看佛看袂着，听佛说法更加无可能。所以有真大感恩，感恩你家己善根流露，流露你家己哇忏悔，七困老悔，哦，所以有一忏悔机演讲啊，来看好无？历代古经云：佛在世时悟定论，今在人心佛灭度，忏悔初心度业障。不见如来金色身，诸位有看的吼？伊讲佛陀在世的时阵啊，我去定论，我是指着这古经来讲啊。哟，啊佛陀在世无定着伫遐讲阿弥陀经啊，哦，讲这楞严经，讲维摩诘经，讲圆觉经，讲阿含经啊。这在伫讲经的时阵啊，无定着我多呢。我定论，或者出去猪啦，出去牛啦，出去马啦，做鸡啦，反正咧做畜生啊，反正做鬼道众生啊，反正伫咧地狱受无量痛苦啊，甚至反正伫天顶呢做天神天女，还做地色天啊，享受天顶无量无边的微妙快乐啊，同款伫咧欲望当中定论生死啊。哦，还是做阿修罗啊！总是我去沉沦当中，佛陀在世我沉沦，唔知做一套就丢了。凡事呢都释迦牟尼伫咧讲阿弥陀经，我伫个会场外面伫咧诽谤佛祖，无得卡啊！哦，看完这看佛祖呢烧香真贵呢，我甚至了未成熟。虽然看佛祖香灰贵呢，相见不相识啊，错过这机会也无得卡啊！总是有一个因缘因地的。哦，因在讲佛在世时悟定论呐，你讲感叹偌济多好，今在人心呐分别多。今仔日一定有这福报因缘，出世咱人的身躯又搁能听到佛法咯。唔过啊，佛祖因离开咱呢，已经有3000几年咯，是感叹万分呐。今在人心分别多，想你甲地念目屎，这真累呢。
又怎讲？今日人生分别多，忏悔初心度业障啊！想想讲啊，我这身躯身教与三业，想想呢，非常的污垢不清净，带来无量无边的业障呢、啊。哦，不见如来金色身呢、啊，是咪见到释迦佛啊、十方诸佛呢？金色的长乐金身，不容易啊，见未到啊。哦，所以咱想家己呢，通身的业障，吼、哦，开身躯业障呢。哦，所以讲咱今日业障当上，要做感召呢，伫个诸佛的面前，听恭敬说法。咱虽然无多听了诸佛恭敬说法，但最起码能听到呢，哎，高僧大定呢，哎，以恭敬说法嘛，一代福报呢。所以，华严经文讲啊。咱来发一个清净之愿，愿我呢生生世世能亲近三宝，哦，听佛说法，亲近善知识会到啊。咱来发一个清净愿，因为善知识如同一派明灯，哦，能引导咱的出离这个乌鸦，哦，如同一个灯塔，一条迷失的方向的船只，伫个大海内底呢，茫茫渺渺。找无一个所在，会当入港靠岸，因此呢，真有这个沉船的可能性啊。向阳有一个灯塔，伫个说，伫个灯，伫个说，放大光明呢。哎，船长看到了后，伊就向这个灯塔方向入港去呗。佛法如灯塔，如明灯。哦，善知识也是如此啊。哦，善知识是一个过来人。了解咱的三界生死状况如何出离三界，引导咱出离三界正成菩提啊！所以华严经唔单讲，哎，法愿生生世世亲近善知识，理由在这所在。所以呢，咱讲忏悔忏悔来做，这个忏跟悔的意思无共款滴呢。忏是忏度。咱过去所有三业的罪过，令伊清净，叫做忏呢。悔的以后不再烦恼，不再历史中印，定定去做杀毒淫妄不法的代志，叫做悔啊。所以有忏爱有悔，哦，按在彻底消炎，彻底消毒。那么你若开始讲，阿要忏，佮唔悔呢？因永远忏未完的罪过啊。因为忏就忏除过去的过失，悔就以后唔好再犯啦。啊，你继续忏悔，又阁继续阁造业落去呢，那么你永远忏未完的罪过呢？哎，你最清楚吼。哦，所以讲，我来正讲一句话啦，你就莫做杀盗淫妄的歹代志，就唔要忏悔嘛。你之所以要忏悔，就是因为你啊，还阁杀盗淫妄。一切歹代志习气呢，悠远流落呢，因为去做落去啊，所以你忏未完的悔啊。所以修行爱付出相当的代价呢。哦，无付出相当的代价，能如何换出了清净光明的本性显露呢？无唔到啊！咱的心被这个五欲六尘之境，哦，这个灰尘蒙蔽掉的、砸掉的。这光明本性显未出来啊！哦，这物件既然比这个灰尘尘埃个砍遮掉呢，伊照明照天照地，光明失去啊！修行就如同呢，摕着清洁的布啊，将这物件呢，这个尘埃个拭去哩。哦，那么这拭完这尘埃了后，这物件伊光明的本性就恢复啊，伊就能照天照地啊！修行也同款。咱拥有不生不灭光明的本性呢，比这个五欲六尘之境、贪嗔痴、无明烦恼哪吒砍掉的，修道用这清净的佛法，该漂白、该净化，然后咱光明的本性的显露，安尼利益呀。哦，都如同呢，半空中的日头，比这乌云密布的哪吒掉的，那么。常常有一阵的这个狂风呢，哦，风吹云散。那么
大地由原恢复本来日头能照大地作用的。哦，在阿未甲这个风吹云散以前，乌云密布呢，砸掉日头，这大地点亮一片的乌暗啊。当这风吹云散的时呢，那么云散去了，日头由原在半空中挂伫遐啊，也无去失去啊。修行也同款，咱光明的本性无叫失去，哦，只是伫这无明烦恼个垃圾掉的、杂掉的，做甲非常的垃圾。修行就如何将这垃圾、这个无明烦恼个净化掉而已呢？咱修行也同款，平常时有忏悔心嘛，这人就有救咯。上惊这人伊无忏悔心，一切拢免讲咯。亲像呢，咱的手插一支针呢，这支针呢，一支刺啊伫内底，将这针这刺个拔起来，个挖出来，然后再消炎，安尼内外拢才会好。如果呢啊，只是讲插一支刺啊伫内底，无个挖出来呢，安尼虽然个抹药啊消炎，但是好外口内底照常发炎，照常动弹个，修行也同款。内心有邪知邪见，爱甲恶出来；有无明烦恼，爱净化掉。好、哦，连根带恶，安尼才是彻底净化身心根本方针。忏悔就是安尼啊，所以有忏悔人就有有益啊。无忏无悔人，就像讲伊做唔到代志呢，无愿意甲这毒尖邪见、错误观念甲恶掉、甲净化掉。幽暗佮保持掉的、暗砍掉的、抹掉的，安尼较加永远永远呐。伊个自性内底还讲呢，邪知邪见，迄罪过佫存在。有忏悔心的人也是同款。那忏悔就讲哦，啊，我承认我安做唔对，我忏悔掉。我安尼做是有过失的，我安尼做是害人害己的，我安尼做呢是呢。所以我对了，所以这连根呢，将这过去呢，乌乌起来呢，佮消炎净化净化。安尼以后，伊就唔敢动这念头，唔敢采取行动做这不该做工作啊。忏悔就是意思啊。安尼做正事吼，都平常是有忏悔心的人，佛祖讲啊，有忏有愧的人，如同披一领真清净庄严的衫裤。无惨无贵人，犹如禽兽无缘啊！吼、哦，作讲啊非常入骨的话啊！所以呢，历代祖师讲这话，哦，这忏悔文，我联想当时感想的，也是无量无边呢。搁念一遍哈，以最快速度个比起来哦，真好用。历代高僧云：佛在世时，我定论。今地人心分别多，忏悔初心度业障，不见如来金色心，这非常正确。好、哦，咱知影，一切业障拢为心生呐。如果心若无动念头，无起无明，无起贪嗔痴呢，你自然行动都被猜出啦。所以忏悔终极最后呢？也个为心地下功夫，净化你的梦想，净化你的贪嗔痴，净化你的心内习气。那么既然心内净化清净咯，你行动就无动作咯。哎，那就清楚哦。所以忏悔为心地下功夫就无唔对。哦，卖有念头，念头浮起了，赶紧的唔好太慢，唔好甲藏在遐，藏久会生利息哦。哦，做念头了后，赶紧就忏悔掉。所以依佛教来讲啊，贪嗔痴若无忏悔掉，后卖历史会阁重演。所以佛教讲这个，咱人的贪嗔痴无明烦恼习气，拢是个连续性的啊，有惯性的作用啊。哦，所以爱看女人，唔是讲这边看了后就袂爱看呢，后卖阁较细的女性朋友呢，看了后照常要看。哦，看未尽，看未完，看未止啊！所以呢，你爱有只心个切断个净化掉，无唔对啊！因为心的作业是惯性的啊。哦，
所以修道用心地去讲就无唔对咯。好，水灵好。那么修道当中啊，咱拄好讲过了，忏悔非常要紧。如果若无忏悔为食呢，有当时咱在人生的过程当中，定定呢一而再再而三呢、啊，反复未停呢，拢总犯这个毛病。所以有够伊相当伤心呢、啊。咱的心有一种惯性的作用呢，所以有够绝对反对人自杀的。所以若有自杀的行为，有自杀的动机、自杀念头的人，哎，赶紧就做头前紧忏悔。你若无忏悔啊，哪怕自杀一遍无成功，互救起来，哎，自杀无死呢，后摆有可能佫第二次、佫第三次、第四次，佮最后结束伊生命佫，佛教是100%反对人自杀的。爱随你业自然的消失世间，安得正确？不该死，提早呢食药啊，吊刀跳楼，种种的自杀，拢总佛教煞不批准的。因为自杀有不良罪过，哦，接二接二连三呢，也佫继续去自杀落去啊。所以今生有自杀的念头的人，哦，伊过去成长也已经有曾经自杀过啊。因此呢，就不如意了后。伊心就脆弱，哦，就绝望，就消极，就马上以为讲自杀了后会比现在较好，唯有死才是伊途径。安尼呢，伊是要真是心灰意冷，看起讲是灰色的，马上就加入伊地牢去啊。哦，所以伊要都坚强伊意志啊。哦，因此呢，是伊这轻生的念头加入这个不回路啊。这个是绝对反对人自杀的呀、啊！自杀就无用罪过，自杀一遍以后，哦，接二连三的连续阿麦佫继续去自杀落去。只要有自杀念头的人，马上就忏悔掉，不然为食，也佫有鱼向我看。哪怕自杀一遍无死，哎，我救活起人，阿麦这个人阿麦佫绝对去自杀。哦，智慧。除非有勇气付出真大代价呢，对着人生的生命啊、人生观的肯定，再多呢，佫燃烧起来，爱忏悔掉。你若无忏悔掉，这自杀念头永远种落伫心内，还佫是人好看呢。北京语叫做“还有戏可得看”呢，啊，还有戏可唱啊，哦，唱什么？唱自杀的念头啊，行这多劲呢？所以啊，这念头未使啊。好，注意听。讲到这来，哇，咱讲话啊。那么有人讲，娑婆世间有正法、相法、末法啊。那么叫做世界，敢有正法、相法、甲末法？有这个三级啊？哎，你听有？叫做世界绝对无三级。好、哦，唯有娑婆世间才有正法、相法、甲末法。在西方叫做世界无三级，伊永远永远呢，拢总是正法级呀。譬如讲现在来讲，有阿弥陀佛讲经说法，是正法级呀。哦，那么阿弥陀佛如果那是叫做世界缘啊真呢，哦，伊是变呢，安尼呢，伊当然是他往世界去度众生呀，灭而无灭的，那我观音菩萨变起来呢？定给了，又果是正法义啊！哦啊，观世菩萨离开叫世界了后呢，够大势至菩萨成佛啊，佫定起来啊！哦，永远叫世界拢是正法义啊！那么如果呢，大势至菩萨离开呢，叫世界呢，也够叫世界遐诸大菩萨呢，个个一个定起来，一个定起来呢，是相续个单嘞。是着如来发心慧命呢，代代相传。所以叫世界永远永远拢总正法义，哎，你注意清楚吼，这点非常非常要紧哦。所以呢，咱若往生到极乐世界啊，是来叫你卖幸福，都绝对无可能的。因为啊，极乐世界环境非常非常舒适，拄好讲过了，是极乐世界啊，是三界任何一天任何一人间。最微妙快乐呢，都胜不了叫做世界呢，万万不及伊的。
对袂着就对袂着，环境太舒适了。哦，伊甲你讲啊，大地黄金铺地啊，所带的七宝琉璃的宫殿呢，你要食啥？哎，就有啥随心所欲啊！要看啥就啥好看，会当看是往世界的状况啊，听是往主说法也是会使啊。你是进入世界，无一定听阿弥陀佛讲经啊。你是进入世界会当的，听着他往世界主佛讲经说法，你是要听着主佛，就在要听迄主佛的法啊。哦，所以往生甲进入世界呢，不但比阿弥陀佛管着。个人挂着无量的祝福啊！哦，是阿弥陀经讲啊！哦，讲透早阿未天光的时，哦，你就当诶一刹那间呢，得着真济五天曼陀罗华一天的花呢，你强讲是蒙祝福呢？强讲完了后，唔过等下这极乐世界呢，天光阿未光呢？哦，因为极乐世界你有神通啊，神通非常非常广大。要去他方是往世界呢，动一念头就够啊。所以呢，神通非常迅速啊，也未发生空难呢、啊。哦，你只飞机飞到地，有哪些呢？未堪你一百遍、一千遍呢。哦，那一万遍、一遍你就吃袂大。哦，好，啊，这个世界神通自在，念动一念头呢，啪一声，就到你要到的所在，去降落去真佛啊。搁等下，搁动一念头，啪一声尔，搁等下进入世界啊！神通变化自在啊！要供养是蒙主佛，听是蒙主佛说法呢，易如反掌啊！哦，是供养福田啊，种福田收福报啊，进入世界好修行咯，环境一流咯。搁你同参道友非常非常殊胜啊！拢都是诸大善人，拢都是诸大菩萨啊！遐人也去修行啊，拢总是呢，哦，志同道合啊，拢总同款思想、同款的观念，拢总是要成佛，同一个目标的啊！哦，心连心，手牵手啊，共同迈向佛道啊！所以叫世界环境一流，同参道友一流，咱的师主一流。那个师主就是阿弥陀佛、观世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啊！教你来，让你开悟、明心见性啊！教你如何修福修慧，教你如何修持呢？三十七道品，教你如何行持六道波罗蜜啊！念地你无成佛都未使哦，所以叫做正步、依步、庄严。哎，你对正对吼？哇，正对嘞！哇，那时间够够咯，会见哈。那明仔载《阿弥陀经》呢，第十四天，同时间再会。